袋位置上。开台啦，开了，开起来了。这边会生怪哦。会吗？哪里？我那火把被弄掉了。啊，喵，那没办法。喵，喵。这里也烧火把，慢一点再。诶，等待 ing， 六马在 PC 聊天。早哦。早了啊，我今天要耍废挖矿。你今天要耍废挖矿，我要把我的稿子弄回来。我后来发现我不是幸运六，我这次上次被降到幸运五，哇，好惨哦，超惨的，我的天哪，哇，幸运八变幸运五是什么鬼？我觉得你就直接再做一把新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要，从一开始堆，我不要，这样子哈哈哈哈，那把是有效率吗？心就不会痛了。这一把有效率四啊？哦，四而已，还好啦。不要，还好啦，四而已。你再用一把效率高一点的，再来冲幸运啊！我有一个是效率八的，我想说效率八的来挖，然后幸运那个再挖就好了。这样子，再就是我已经有两把稿子了，就丝绸回来再幸运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我现在就是丝绸这把幸运八，哎，那个什么效率八啊，哦，那就好啦，欸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搞幸运这一把，嗯，哦，哭了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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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最后一位来啦，来了，哎，蜘蛛爬进来，蜘蛛爬进来了啊！啊！几个人竟然有被这个人抓到！蜘蛛，他记这跟你大学生活一样耶，对耶，对耶，直接过去扑在他脸上。他怎么直接扑上来啦？他比较喜欢你，他比较喜欢你。我讨厌他。上课啦！上课。今天自由活动，不过呢，我有新增了一个卷轴，卷轴，嗯，对，那个卷轴的，我先不透露它从哪里获得。不过我们今天的抽奖箱里面有一张，抽奖箱，你说乐透箱吗？乐透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那就是那张卷轴呢，用处就是它会把你的失败几率跟退等几率直接加到成功几率上，哦。哦，那一张很棒呢，听起来很赞哦，听起来很赞啊，这个在冲高等级的超好用，对啊，就自由活动，耶，我去偷看一下，先去看卷轴，哈记哈记哈记，上一次的那个谜底没有揭晓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上一次说那个到底是什么那个系统嘛，啊，就没错，就被你们猜中了嘛。哈哈哈哈哈！太什么感觉了？等一下，下一次我要加一些什么跳啦、跑啊、蹲啊。啊！你要做完这些条件才有机会拿到。太难了吧？有东西生成这样子。我再破一下。那怎么可以蹲十下才能达到？哈哈哈哈哈！靠你们，靠繁星跟那个谁，上次是谁破解的？忘记了。我是先找到说是有 CD 的，然后小鱼就算出时间。是记派的，对。靠你们两个了，靠你们兩個。你们可以解啦。那个目前那个真能死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的系统。嗯，哦，我看到为什么附近会绿绿的，什么条件它会产生绿绿的，哦，啊？这就是另一种系统。哦，来，攻略组了，攻略组，攻略组，我想要赶快让，我想要你们赶快研究出那个强绿卷轴怎么弄出来啊？他我问一下哦，靠图文呢？蛤蟆曲有开吗？还是没有开？没开。阿妈这边开的，要看哈基。杰克需要哈一下，我想试试看阿妈去。我刚开哈哈哈一下，开了。哈，哎，允月，嘿嘿，好一哈。村民好一哈，村民有一个是你用的。哈，村民有一个是我用的。对啊，有一只在二楼救回来的。哦，对，他好像还没归位吧？他是应该在二楼。没有，他一楼逛。哦，他还没归位，对，他还没归位，还没归位。冰原盖行，
这次是我救回来的。哎、欸，你别对，哎、欸，他刚刚就在外面乱乱走啊！自由啦，快跑！好好好，我先把他关进去啊！你慢走，好恐怖、哦！你会气，冰酸啊！你会气，北极熊。他、哪来的北极熊呢？南极熊。哪来的？哪来的南极熊？南极不会有熊吗？装起来。你搞啊！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？对啊、哦，我在打指令，没事，不要理他。嗯，北极熊与他的小孩去找别的了。你过来，快拿船把他装起来。我把他吸引进去，来来来来来，放进去里面。来，你的东西在里面。来，啊、有他进来了，他好乖哦。啊，被删掉了，放这里好了。哦呦，哇，太怪了。哦、你把它先塞进去里面吧。哎，之类，他去哪？他左边，他在左边、啊。你不要乱跑，还敢跑啊？哦，哎呦，抽起来了！哎呦，抽，两边都可以进，看他要进哪一间。要拿雨水？没有，你把那个放到其中一个里面，他就走进去。你东西好像被你吸走了。哦，真的，牛，进去。进去啊！还是干嘛、啊？他就在旁边站一下，他跑出去了啦！回来，邓奶，邓奶，他跑出去了！你回来，邓奶，你干嘛、啊？他们好嗨哟、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又回来哦！谁准你出门的？扶起来！我不出门的，我不出门的。谁准你出门的？你就去这里出门啊！这就是闹吗？儿子，进去，进去。在家待啊，不是，哎哎，好，我去拿船。外面的世界很危险，快点回来，拿船回家，妈咪。这里，因为我觉得他觉得我们比较危险吧。你进去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对对对对，进去不是这样、啊。你让我进去吗，麦少修？你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很想要麦快新这个系统是可以用酸神酸村民？真的需要，真的。我演的是，你有没有看过现实那，就是那样子的吗？就是什么爸爸妈妈然后牵着小孩。我有看过那个东西啊，那不知道在干嘛哎、欸。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就很奇怪，就很怪啊？不是啊，就很像在牵什么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啊，不用想那么多啊，就牵而已啊。牵吧，就牵。有要打 boss 吗？骷髅。打。在忙，我也在忙啦。回到 TT 杰克啊，杰克，你会不会不跟我组队叫我滚啊？我进去哦。我就要进去了，还是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好，他定好位了。好，定好位了。到底要去哪啦？对对对，而且是我。他买的东西吗？还是没差？他想要走位，他觉得他很帅。看一下要把它换成什么啊？想想，还是把它压进小脑袋。感觉应该都会。哦，东西好满哦。把它换成什么纸张？感觉纸张现在还蛮好获得的吧？换、什么？我想一下、可是纸张后面的东西没什么好用。对啊。啊，你看可不可以再换个书柜出来啊？有书啊，这样。书柜吗？有书柜的就好了。就可以用书，书一直换。图书管理员，好，那你以后就是图书管理员了。来来来，你先在里面乖乖待着。哦，好，不用洗澡，没关系。在你身上吧，那个。对对，到这边。是那种花的。杰克，你不用怕，你打，你回去补血打。哦。哎呦，洗个东西，他打不痛啊。你那个杰克多少呀？五啊。飞超远了，你就不要在我前面画好开心，他很开心。我飞好远哦，他喜欢被当球啦，这样我喜欢被当球。不是，好说嘛，快来打，好说嘛。他哦，我飞出去了，啊，我飞好远哦。哇，哇，是飞很远，不是哦，不是哦。不知道，不看到。我攻击是很高啦，我知道啊。赶快回补哦。因为你要做吗？你回补下来，时间还够，我们打不完，不用怕。你快死了，打完把它打完，把它打完。跳着打酱油。
了。尾刀尾刀，等我等我，我来了我来了。不行，那小雨不算，那小雨不算。哎、欸，我有打，我有打啦，我打了一下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不能认可。小雨就很像是上一次的我啊，没有错啦，偷摸了一下，我觉得不太行。我有打啦，不行，那不算打。所以是谁的头啊？不知道。要不谁捡到、啊？我们捡到、啊。打最后一下就。我没捡到、啊。这样子你起码有个击杀证明。哦，我的。翻新的。钻石嘞？钻石是我身上这个吗？在你身上啊、哦！完了，分了吧。不能不给了你。小雨，那不能分，你只好捐款潜逃了。那我要，我要拿着，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后来拿到的钻石走了。我要砍下去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记录啦，我先走了啦。那个就像是钱包掉在路边，我们在讨论是谁的，然后有人走过来捡到，说：“我可以给你们分钱吗？”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分的话，我就拿钱包走了。我刚好直接拿走，可是不知道多少颗，捡到就是我的，我管你失误什么的，你先被攻杀了。我们还有缺什么附魔师吗？嗯，耐久先修补还是什么？耐久先修补，耐久最耐久的保护锋利龙武啊，或者是弄个保护锋利之类的，对啊，保护锋利的东西啊，锋利还要26颗。力战，因为保护锋利不是科附魔的，打那个吗？冲得到吗？几个人呢、啊？是什么叫冲得到？不是冲装可以冲得到保护跟锋利，是可以的、哦，是可以啊，就省一点啊。没有，因为你冲上去等于是再花一次那个铁、哦、针的那个次数。哦，你说这是铁针次数，就是让铁针次数不要花到这样子。嗯，数这样没有错啦。啊，请问你算好了没？那我可以捡个两颗吗？那个分不完的。你这么伟大，然后跟我说你要捡两颗，我天哪！欸、我捡起来那个人工费嘛，人事费啊，我帮你们分哎、欸，我还去查记录档看我原本多少颗哎、欸。好吧，再给你一颗啦，好了。完全不给解释哟，听起来很合理。好像、哦、哪里怪怪的，可以吧？哪里怪怪？好吧，超过分，完全没有人想听。Q 啊 ，Q 啊，死的这么辛苦，你们都不听，我从那么远的地方冲过来耶。不是你刚刚拿那么久，你跟我说你冲过来怎么办？我在看我几颗没，从那么远的地方冲过来，终于打到了一下，对、啊，结果什么都没啊。有啦，我一颗，那个是纪念奖吧？纪念奖，纪念奖，纪念奖励，哇！哦，有抽奖，抽啊！是一万得六，有钱呐、啊！你不先解每日哦？分裂剑，对，我要去解每日。每日有人在解吗？没有，还没，还没。等晚上，快晚上了，快了，快了。怎么了吗？要晚上了。还有，现在在用它，让它自动化，自动帮你计算。哦哦。所以要等一下吗？还是现在可以用啊？可以用看看有没有显示。太方便了。好，等一下，它还没晚上。好奖，他只有帮你计算，你还是要自己领奖。反正就是他会帮你算到你已经可以拿了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好棒，好像可以哦，耶，棒了。这样子是不是每次都要重置一下？啊，对啊，就是因为我手动重置。哦，哦，所以不用再自己算了。对，他会显示。照理说应该是会显示。好，我来了。我在找怪物。我也在找怪物。怪物，怪物！为什么我们家墓园有一半擦亮，一半没擦亮？还有一个。说到墓园，我想到了，我今天来底下挖坑好了。挖坑，挖坑，把墓园的坑挖起来啊！还没挖不是吗？底下地下室啊。对啊，还没挖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十分之一。哦。你已经遇到，我怎么都没遇到啊！我的天。墓园呢、啊？我在砍曾经的自己。完了。曾经的自己，上一任，这走在一起好，不是我的，这是我感如何？他算尾刀的吧？尾刀的，哎呦哎、欸，对对啊，真棒，算尾刀的，哦，在上面走的，
可以去抢别人的，没有超坏。对，又多一个任务，以后看谁在打，跟在他后面。这个不是砍一刀怪就死了？没有啊，我不是这种人啊。我不是我不是一刀死的人啊，我也不是一刀死哦。对啊，我是小嫩嫩，你一刀死还有一点点，我要暴击才能一刀死。我觉得我不止一点点哦。我就是怕被抢才会负击退啊。嘿嘿，我这边都哭攻啊，哭攻好啊，哭攻也是任务之一啊。对啊，是啦。只是我没有想到全部都是白骨。没关系，哎，你这个借你放副手，不是，不是，放副手，不是，看能不能一刀，不是，应该是没办法啊。我的，你说打墨鱼一刀吗？我试试看。没有，我说打，没有，没有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还你。好吧。突然想到怪物里面有一个真的是都被霸凌哎。对。啊？谁？蜘蛛啊。哎呀，笨吗？为什么？怎么说？没有，因为每日任务没有，每日任务这三个里面朋友他好可怜。然后哪一天就突然就有了，还有安德啊，还有什么的，就越讲越多，好可怕。没有，可是安德坐在那个刷怪塔那边，哇，安德那个感觉不太那个。哎，不对，你这样讲，枯宫也有啊。那两个讲说杀一百个啊。等一下，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每月任务？什么每月任务还要打其他东西之类的？也有。我就弄那个每日和一百分，你要解那个什么东西就会给二十分、三十分。你说到达什么火药值是不是？对，总火药值到达多少可以领什么？直接变手游了的啦！哎呦，那一百可以抽卡吗？哎呦，免费抽，免费一个箱子，你可以选择一种抽。对啊，直接给你免费抽。啊，那个制作组稍微公告一下，下一次的那个副本会再大改更新哦，不会这么长，这么那个了。你是觉得现在感觉一轮太久了？对，其实我是觉得那个副本的奖励有点不吸引人呐。我觉得一奖励，你说因为一轮只有一颗钻石这样吗？对啊，我后来是在想说，能不能改成？第一轮就一颗，第二轮两颗，第三轮三颗，这样子叠上去。我是觉得他只要把钻石换成钻石矿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啊，这对我来说吸引力蛮大的，对我啦。矿哦，矿等于你有些人拿到两颗，有些人拿到五颗、十颗，这样不公平吧？觉得变成是我会很爽啦，啊，你们我就知道啦。我是想说，就一轮，第一轮一颗，第二轮两颗，这样子叠上去。就第二十轮的时候就是二十颗，一打赢那一轮的话就是二十颗。哦，几轮几颗啊？对啊，这样分辨难度要很高才行。对啊，因为你后面也是越来越难啊。对啊，嗯，就是难度等于奖励。对啊，不然你第一轮一颗跟最后一轮也是一颗。僵尸打完了，干脆来个总结算。总结算、啊、还是要看，还是要看制作方怎么决定啊。嗯，对吧、啊？毕竟我们现在是提意见的那个评分的那个玩家，我们只是出一张嘴啦。对，你敢放几个嘴？对，几个嘴？几个嘴？啊，然后如果你们有不要的金矿、铁矿，可以拿去换钻石喽。哦，可以了。哦、我比较好奇，哇！你怎么了？我把怪打到哈基面前，他尾刀了啦！哦，我救你！没有，哭了。金矿、铁矿可以换钻，是金米几？原矿哦，原矿哦。哦，要原矿是？啊，我都烧掉了。也是拿放铁巨人那个。对啊，我都烧掉了。铁巨人就碰火，铁巨人跟猪人塔就无敌了。通货膨胀了，我通通都拿去烧了。我刚刚也才烧完一轮。我的都变成砖了，的人，你可以跟剧院理赔啊。剧院，你们可以回溯一下吗？早早回溯过了，很久以前，早早回溯过了，不要，太久以前，太久了啦，不行啊，那个六星白蛋的不行啊，真苦力怕，你可以再弄一次六星白蛋出来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他不会再帮我回收。
没了，我们都在家，就只有你一个在外面玩。哦，其实我也在外面了。我要回家，那我要 KP 杰克。那你要喊咒语？哇，你这三滴血好可口，好可口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子，我们的友情这么的铁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，我们应该这么的铁是什么？什么？他说这么的铁不是铁，这么的铁，这么的铁，sweet。你确定是铁还是塑料？我如此的相信你，把所有都交给人家。去你的！怎么了？好凶，好凶，好凶！我一切鼓励他。看来，看来，看来是有人已经塑料了。我们一直都是塑料啊！我要把你把那个鼓励棒推过来。哎呀，我吃了。哎，要按身高龄的吗？哎呦，开心啊！可是你每次有问题都不按，可是我没问题呀、啊。屁！你都说谎，每个人是不会有问题的。你都你都说谎，没有也是，这是说谎的味道。哦，他开始转移话题了，好会，有没有？瞬间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哪里没有？忍术转移话题之术，转移话题之术，你命。你看你都承认了，酱油观察日记，我没有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真的，酱油没有。哎，你后面有叶妹。又转移话题，哎呦，又转了，又转了移话题了。天哪！跟你说，哎、欸，你要吃什么？哎、欸，对了，你看那边有只猫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四只叶贝啊，超多吃了吧？不是啊，好多。你会喜欢这种朋友吗？酱油，你是转移话题的朋友？对啊，转移话题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挺正常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欸、可是我觉得正常应该是朋友都不会转移话题啊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哎、欸，哎呀。那子江又不讲话了，他在想要转移什么话题？哦，哎，可是我现在问的，人家说我转移话题，可是不问我又很好奇。你问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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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问啊。那个蜘蛛发白色的光，你是新手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看错，是绿色，我把消。绿色不能到，绿色不能到，绿色不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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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留给我打，要留给我打，要留给我打。他掉了心脏给我，是不是要死了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我没想到。你要被击退剑打了哦，你小心一点。谁能死啊？没事啦，没事啊，不是真能死。再见了耶！你们都在家啊？我到家。耶！咦，这就是战争，我体验到了。哦，突然有我屁股，为什么啊？你们这边。你们鬼夜行啊！我要回家了。哎呀，快傻傻到，好可怕！快傻到我了！我要走了，我走了。我快跑啊！屋顶好恐怖啊！啊，我走了。我行啊！快点！哦哦哦！怎么变更就更多只了？反正还可以睡觉，快跑！刚刚有这么夸张吗？快跑！快跑！可能我们又有几个人回家了吧？哦。哎呦！说谎看没那么说。等下你怎么在我家？杰克你在干什么？我直播有点卡，我先休息一下。哎、欸，那直播有点卡。我完成一个委托任务了哦。啊，完成的是 F2 拍照，还有玩家蝙蝠城二水跟岩浆。哦哦，厉害，好厉害！我刚其实就是捞了一桶水跟一桶岩浆去找两个蝙蝠了。人造场地，你也很会啊！要记得有什么东西要拍照这样子啊，对吧、啊？要记，嗯、其实蛮累的。你很适合当那个演戏的布景，有没有？对，布景、欸。这个天一亮，天上在放烟火，全部都火球哎、欸，放烟火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完成了呢，哎呀！耶，我都完成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那个墙掉了一颗石头啊！哎呀，那个不能捡啦！让开啦！不能捡！地上的红包不要乱捡呐！哎呀！哎呀！捡呀！捡呀！被洗掉的！我想试试看呢，还有蜘蛛救生衣，可以换钻石。刚不就讲？对啊，刚讲的。因为我翻着，我翻到我的仓库有原矿啊！我是在黑这个，哎呀，
呀，哎呀，原矿啊！哎，那不是矿工原矿，因为我都懒得烧。哈哈哈！那应该哇，那你应该蛮的。楼上换吗？我烧过了。楼上吧，楼上那个上。我在测试一下，只要让它变绿烟，一直跑了。哎、欸，我槽，测试出来了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是不知道，因为刚刚只有跳蹲跟挥剑呐。哦，还有还要跑，就这四个测试看看。刀刀测试一下，有人在破解系统啊？没有啊，下次又改掉了。测试啊，那系统就更改了。哎，这这种人会被永久永久封闭。永久永永久永久封闭啊！少，没事的，等下没办法测，等下去地狱玩了。嗯，好，啊，死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 ，Uncle Hodger feel very sad。哈哈，哎，我原矿，看一下，那是我放进去的，你要还我？没有，跟你讲，那个是我的啦。哎，记错了，大家这样到底是谁的？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我们是不是该开庭讲一下那个？好，好，好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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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庭，开庭讲，然后就每个人都说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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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这应该没结论了吧？完全没结论。哎，那不能开庭要轮流开耶！我先跟你开，然后看是谁的，然后吵完他再跟另一个人开。好的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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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这是我的。那有没有拜不过我？是我的才对。拜不过我吗？你的，你的。哎呀，剩下拍照任务我都觉得好难哦。你们可以去玩玩看、啊。不会啊，有一个很简单哎、欸。哪一个？海豚沉思钻石剑啊。哦，你就要找个沉思去淹死他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就直接去，你就直接去那个啊，热带海洋就好了。哦，那、啊、就让海豚跟着你走啊。哦。好，不然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我去没有，我主要觉得最难的是那个地狱那个，地狱那个真的难，对啊，有点累，很运气耶。地狱那个是，我来看看，伊欧伊凋零骷髅，伊欧伊跟烈焰神，哇，真的好难哦，而且要同时在画面上，超级有生命危险。嗯，好，我们在这里。其实只要遇到那个碉堡，你看到凋零骷髅嘛，然后旁边有个烈焰神的，这两个很好遇，再就是幽灵比较难。但是你要想办法在拍完之前赶快走，要不然你要死掉。嗯，可能拍完就挂了。我又到一万格了，这是哪里？格了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我要去把墓园底下掏空。好，海豚，海豚走。所以那个原矿是几比几啊？云月，你刚好去看吗？黄金是五比一，然后铁矿是十比一，居然，蛮准的，居然，黄金五比一哦，黄金五比一很赚、嗯。那你知道我才刚刚不小心把一组的黄金拿去烧掉了，哈哈哈哈哈，几颗啊，几颗的感想，哇，直接半组，哈哈，然后我全都烧了、欸。我也都血都烧了，对啊，就开挖挖起来了。我好像是上一次还是那个什么时候，我就有点看着他就烧掉了。是跳跳还是墨鱼？跳跳跳跳。哎，他在家后面。我要去一万格喽。然后面，然后你先去哪？希望不要遇到蹭分仔。哈哈哈。格喽，化妆刺。嗯，哇，在这个地方哦。然后等他收刺很难耶。很难啊，就照样打吧。下雨啦！没写在。下雨。他召唤的雨啊！雨，好大的雨！那海龙王彼得吧。好，去一万格喽。等下最好的王彼得是什么？那个啊，他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哎呦，他懂鱼的世界，他懂海。所以他是什么地方出来？不是，他是那个，反正我很闲的。哦。我还真的不知道，好会跳哦！他怎么这次都不收刺啊？对啊，他完全不收哎、欸，他没送。可恶！他今天很燥哦，要打猫，猫要死喽！很燥，爆炸！很燥哦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爆炸！新爆的来了！呀！没有，在我身上。
干鞋几个人啊？四四个。ouch， 那叫等等呢、欸。ouch， 等等。这好像说取名。三个。哎哎，你要吸两份吗？我没有，我想说要等等。等等，有蛋的距离。等等过来，等等。好。下雨是不是真怪啊？会啊，下雨会吧？不会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吧？如果是白天就、嗯、白天不会、哦，所以还是要等晚上。可恶！你想干嘛？的啦，去地狱啊！去地狱啊！不是啦，我要打那个啦。打什么？你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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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好像都还没解完吧？枯工有枯工生怪砖，苦力怕苦力怕他。你还你还缺什么？僵尸的话，哈基好像有盖个僵尸生怪砖，你去问他。真的假的？哈基有有啊有啊 有, 有, 有一个，在我家那边的下面吧。嗯，哇，我还真的都没有去参观过，哎，没有去过。那个是我家下面，我家下面，我家下面，我家。哎呀，不要把你们去按铃家。哦，不是哦，我们的家，哎，不是按铃哦。我，你们的。都是、欸、我想把小雨这改一下。哪个、欸？所以小雨那个次数有没有在这里啊？在这里啊？在这里啊？还留着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啊，他在我家里面。你有没有给他泡岩浆？有啊，有啊，他泡在岩浆里面。他直接把垃圾桶占据掉嘞、欸。对啊，我垃圾桶直接被他弄走。我把小雨家的这个改。你就说要把旁边改一下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你家楼下下来之后，不是会马上潜下去，然后再走一小段路起来，不是一格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你现在帮你改好了，现在是直接下来就可以直接走了。呵，行。好了，我要继续放按钮。你们专专记得加油。你要在哪里放按钮啊？我绝对不要过去看，好可怕。地狱啊！他压制怪物身上，不用怕。那我压制之后会把那面墙盖起来，你会看不到他。好，太好了。看到那个我真的会动不掉。上次那个地狱的，反正就是很多金砖那边怎么走啊？很多金砖，很多金砖，很多金砖。地狱有很多金砖。你说是住的堡垒吧？对，你走通道就得到啊。那不是通道的路边吗？对啊，通道的路边。对啊，你走那条路沿着就会看得到、啊。路边吧，在岩浆海上面，非常危险的地区啊。我们现在有刷凋零骷髅头的地方吗？还在弄，还在压，正在还在压制 ING， 有没有要来啊？还在使用按钮压制树，我压了两级了。哈哈哈哈哎呀，所以以后凋零骷髅头可以刷之后，刷完是要刷力那个凋零王，对吧、啊？就是要有烽火台啊，用烽火台哦，看到了，看到那个堡垒，瞬间变高级的感觉，高级树啊！哎呦，阿刚我还没来。我在挖墓地的地。没有啊，杰克嘞？啊，杰克嘞？有没有来？我是堡垒。哦，好、啊，怎么过去？就一直走通道、啊，直走，直走，直走。然后你在堡垒，我堡垒看到你啊。不是那个废墟啦，他是废墟，他是哥布林堡垒。你要去哪？为什么要去那呢？因为我觉得那边的龙岩石墓蛮香的。你要干什么？要龙岩石墓？他要刷石头吗？你是要刷石头？因为我上次我不知道打一打他会掉石头，哦，是啊、就冒绿烟啊、哦！你是、啊、他突然就冒绿烟？你是因为他长得像石头吧？觉得像吗？不是，他真的他真的会掉石头，不是会没错，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几率这样，那个出发条件、啊，你要知道他是如何生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想去试试看啊。好，没有、啊、你来碉堡这边帮忙打，也有很多怪啊。啊，测试组，对，嗯。我就等结果出来，然后不告诉你，写攻略，谁要买啊？写攻略哦，别把他发文了。你们猜这个系统，跟可以跟问我，然后我会说是或否。要不要海龟汤？海龟汤，对哦。啊，猜到的话，我会直接就给，干脆给你一组钻石这样子。哦，那你自己猜到算吗？太多块，自己哦，哎，对耶，自己问自己，先自己拿了，自己问自己，你先拿一组。猜到之后呢，下一集他那个系统就改掉了，哦，会更新，哎呦，这
这样你也累耶。可是代表他很有自信啊。可能走一步变成走两步吧。告诉我们什么？原来做游戏是很辛苦的事。做游戏本来就是很辛苦的事。杰克，你来了吗？来啦、啊！可是我没有带包包就是了。我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1.17 哦，其实你们有看 1.17 更新吗？有啊。其实我看了他们说那个怪物超强，可是我就在想到一个守者吗？好像是吧。嗯、那个他其实如果他不会破坏方块的话，其实也很好打。就把我起来、啊，就把我起来就好，跟打凋零一样。而且你只要拿东西丢旁边，他就会跑过去。就是一个卑鄙外乡人打法啊，好可怜，而且还蛮可怜的。反正这几只先放着。我知道，我想说你要不要留一下？我留一下，我试试看啊。这怎么破按钮？就随便乱呼。你看你 啊，就是我看一下、哦、发布消息而已。要明年吧？他不是要明年才？明年啊，明年夏天。欸、可是，超久可不、哦，可不得不说，我蛮期待的啦。不然现在洞窟太无聊了。现在洞窟真的真心无聊。而且六角恐龙超可爱的，超可爱、欸。它不是龙月吗？有两种颜色。六角恐龙不是那只王哦，没有是龙月啊，是龙月吧？哦 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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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是水里面那个六角。大家请问按钮要放同一个方向吗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反正会埋起来啊，会看到啊。没有。我想说，等一下 你就是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怕等一下有人看到嘻笑之类的，他不会来看的、啊。让别人看到吗？不会啦，不会。啊，你我就怕你给小旭把它挖开啊！我的眼睛这样子，我的眼睛瞎了。对，瞎了，跟那个柴犬的真的不一样。很谢谢。我们都是边放按钮边养小宠物哎。发现里面有那个团团跟音乐牵手照。我的眼睛，哎、啊欸啊，不是你签啊，嗯，对，可是你们两个签的、啊，你们都有吧？没、欸、有、啊、有吧？你是说那张图吗？三个人互签那个？哎，你们本来手牵手，后面就手勾手勾着手这样子。对啊，反正你把一要发清楚。手勾着手啊！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好，我说什么？你刚刚是听歌什么吗？你刚听到什么？没有听到什么？你刚听到什么？没有听到什么？我怎么没有注意到？刚听到一些我们听不到的。对啊，懂哎，什么东西？我到底听到什么？可能有灵异体质啦。对，我都听到一些很神秘的。还是你的嘴巴有灵异体质啊？神秘力量，神秘力量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嘴巴讲错，我把它压制住了，压制。哦。等一下，你说压制住，那我塞一下钮。不要，要不要来一下、啊？再下一点，我不要，你都不要过去，太可怕了。你想压那按钮，可能就是你的牙齿啊？不是啊，那么多牙齿，然后这样也太可怕了吧？啊啊啊啊！我家什么？我好安静，我刚刚疯狂在讲话，你们、哦……我就说你有灵异体质吧、啊？我真的是有灵异嘴巴了，我的天！刚刚不是我在讲话哈？哇！那是谁？那是谁讲话？我的天！谁？谁？谁？那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哦，拥抱，拥抱，是谁？没有狗狗有反应的，狗狗反应的，狗狗反应的，突然狗狗反应代表，嗯，对，鸳鸯，我发现你一集轻松生存可以讲十次以上怕爆，哎，啊，超爆，真的，你现在三十分钟了，你大概讲了四次了吧？哇哇！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是不是有了？你快打，你快打！我们有了，刚刚没有攻击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只有蹲跟跑而已。蹲跑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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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哎呦！啊，我们讲出来了，完蛋了，完蛋！我们在讲，可是我不知道是逻辑啊。我们只知道他会这样子。国王王王，我是要讲怕爆这两个字。怕爆怕爆！我一定也在克制，你知道吗？怕爆怕爆！我跟你说了，这很难的，很难呐！你看团团，我懂，不用克制。对啊，你看我懂的，我超懂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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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是是是，你说的都对啊，嗯嗯嗯，夹派，我觉得我过一阵子可能就要回家补个鞋之类的，补啊补啊补啊，所以才会需要人家来陪我啊，只能鼓励他陪陪，
冲击战突袭。啊！我居然没看到。啊！对。石头是就拿你箱子的吧？没了，没了吗？不玩了，去音乐家拿。拿拿拿都拿，你们是要拿做石头按钮吗？对啊，对对对。哦，拿拿拿，我还在烧石头嘞。好啊。可是它好像烧成平滑，等等等等等。我记得你都是烧成平滑石头了吧？可以可以可以把下面那个漏斗关掉，它就会烧成一般石头啊。哦，你先关啊。好，我先。反正要先回去吗？还是我先回去？先回啊，我还有。音乐在家吗？在墓地。好，可以。墓地地。哎、欸，墓地。你到哪？墓地到哪？怎么不会打我？哎，猪布林不会主动攻击人。会啊，不会。那、啊、他怎么不会打我？不会，不会。我刚没有穿帽子，他就直接来扁我了、欸。嗯？你旁边有大猪布林吗？我是让一只大猪布林让他无声死掉啊。哦。啊！他是看到你把他的家人杀掉。你把他杀掉，你看太空狼人杀就是这样子。那个小孩就看着你杀人，而且你有，他在问你，你有看到我爸吗？他大概长得跟我这样，比我高一点，好可怕哦！从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他长得跟你很像，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。他长得跟你很像，太可怕了。怕爆！怕爆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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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发言成功！怕爆！成功！我们很好钓到你，这是不是很整人大成功？耶！太棒啦！怕爆，知道吗？讲的好，好像讲的好可怕哦，真的好可怕哦，然后他就讲这个怕爆了。太赞了！不行，我忍住不能讲。很难。因为我跟他聊，跟他聊天，然后我刚刚说钱还没汇进来，他就回我怕爆。我心想你怕什么？怕爆，钱怎么还没汇啊？怕爆，好可怕哦！我想说你在怕什么？钱还没进来可怕哎、欸！钱还没进来怕爆啊？不会、啊，如果汇钱了，但是他对方其实没收到钱的，我会蛮怕。哦，这样的话蛮怕，真的蛮怕的。钱去哪里了？哪里？转错人的，你有灵异体质，你有灵异体质了，那通常下一句就怕爆了，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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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克制住，你可以换一个说法，好可怕，惊惊死哦，惊惊惊死，惊惊死是他那边来的啊，惊死人哦，干嘛呢？惊到飙起。惊个飙起是怎样啊？不知道，你知道怕不怕？惊个飙起啊！惊个爆炸吧！好像对耶！惊个爆炸嘞，白塞啦！好合理哦，这句话，我的天哪！天，那你不知道一样？你要在一瞬间讲出这么长的句子，好像有点难。嗯，不是啊，你讲对不起也比较快，你讲听我解释四个字，你看有没有道理？天啊，花改水。对啊，天啊，花改水。现在一切都是台语化的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因为这样后置很难，然后哎，要上字幕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懂台语的，他们又开，大家开又在哭了，还要翻译一下，讲台语。哎，凡西不可以说他们哭，他们会说你很凶。不会啊，我就凶啊，我凶我很爽，我就凶啊，我就凶啊，我就凶啊，我就很凶啊，我就凶啊，我就皮啊，我很皮，我很皮，我皮我教啊。我就喜欢嗯啊，我就喜欢嗯啊，嗯嗯嗯，好烦！我以后都要讲是，然后就说是哦，就那个什么某叉某团在里面整天是是是是，就只会是啊，就只会是，不会讲其他的吗？国小数学老师，你说数学老师没有教我五啊？凶爆！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观众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哦，会哦。啊，应该会不知道哦。没关系，会。哎，接到以后我想到，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是，就是有一个就是 FB 的那个，不是有小编回那个私讯什么的吗？嗯。然后就有人就去那个问那个店家说：“哎，你们都没开店哦什么？”然后那个他就回那个小编就回答说：“哦，我们这几天没有开店哦。”
然后什么什么，他就什么，然后都回答说：“哦，我们可能下个礼拜什么，我们重整好之后会再有另行通告哦。”这样，然后那个客人私讯就暴气，他说：“哎，这哦是怎样？是不会好好讲话你哦？什么什么什么？”他大暴气，他说：“你哦，你不觉得你很没有礼貌吗？什么什么？你觉得你很不专业吗？”我想说：“哦，也不行哦，也不行。”好可怜啊！等下，他的哦是哪个哦？你知道哦有两种。是一个口一个那个，我还好吧，口我的就是语助词的那个哦，对啊，这个听起来语助词很好啊，怎么了？是啊，他就说你这样不专业，你会说什么？我们目前没有在营业，就是麻烦你再去看通知咯，谢谢您这样，然后就是要这种很客套的这种这样子。那是他以前被女朋友哦过来的啊。你们是客服干嘛？滴滴滴滴滴，我先去回的过去。这是你的哦哦，你跟我很有样，以前都是哦，又慢哦，又慢哦。别胡说，哦就是这样嘛，怎么叫他们哦？看酱油你就要乱讲了，很好笑，一直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我们讲说，我们那个文字有这么多种，我们就要轮流换，他就不会觉得你在敷衍。所以好说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丢，对对，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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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去上班，不是有一些店家会要求你回话都要回，好的，好的，哦，然后这次我就遇到就遇到有人，就是我回他好的，他就跟我说你在好什么啦，好凶哦，我好啊，朋友你不好是不是的？他跟我说你在回好的，你不能回我好哦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应该回我好的吧？哇，是怎样？好的也不行的，很多 OK， 我真的很委屈，但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只好跟他说哦，好吧，对不起。然后你只好跟他说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他更气，我就说真的是一不小心回他好的，对不起。老抱歉，老抱歉，抱歉，不要再。这肯定也受过创伤，真的很气哦。我不知道哎，他是以前被男朋友好的过吗？没有可能，那个我们分手吧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字面好吗？好的，我们拍那个拍好吗？好的，机器人吧，这是机器人吧？机器人呐，机器人回话，好可怕。他是说他觉得这样感觉很没有温度了，我只觉得说没有温度了。没有，那你是不是就要改好的哦？好的，好的哦。然后你要回他一个那个爱心，小鱼三，对，小鱼三，我们分手吧，好哦，小鱼三，有一段好小鱼，之前有一段时间讲话，就是我在后面加呢，就是呢，好的呢，知道了呢，然后我朋友听了就说，不要再呢了，你再呢我也想呢了，他就会起呢。这什么对话？一起呢啊，不好吗？呢又没关系，因此改掉了很多口头不好的习惯。你都被骂过之后，啊，讲好的，而且那时候上班麦当劳，他就坚持一定要说好的，一不说好的，你就会被切。哦，对啊，就说哎，战友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个重音，那之前就是因为刚去上嘛，不习惯，他就说：“这样你帮我弄薯条。”我说：“好，好的。”好强调一定要扯，当兵哦，训斥的教育啊！你是在你在军营里面的麦当劳？对，他真的就这样，好的。可是麦当劳没有这个地条规定啊！对啊，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他你们店经理自己对吧？他待的时候不是他，你有讲到你们一定要这样，好像也没有，没有啊，并没有这种事情。还是你真的太过头了，单纯是那个店这样。我这边一定有哎，他都说大家都要说好的，所以我们店里面就是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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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店经理，他可能很喜欢那个海鸥吧？那海鸥我的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好的好的，因为这个好的我还被客人模仿。哇塞，被客人模仿是怎样？对啊，他自己羞耻。他说我要点薯条，好的好的，他也这样回我。
个人又无聊，你个人无聊哎、欸，我的天，超无聊。我记得是三个男生吧，然后故意的吧，他们还会三重奏哦，好的的的，你是故意的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好无聊，这真的是只有一群男生才会做出来的字句，我的天，我的天。就很白目啊，然后最后在找钱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就是我找他钱嘛，他就说、嗯、我就说到前面取餐哦，他们就回我好的好的好的，不会重做，超烦，超烦，很想塞了去，好塞好塞回啦。可是他也在让你在上班的时候多一点乐趣啊。哇这不无聊、啊，对，有点笑。他说：“我想勾起你注意啊。那还是算了吧。嗯”之前是在那个去买 Costco 不是 Costco 买 Costco 的饮料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时候我还跟芒果冰沙说：“好啊。”嗯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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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点餐不是说问你要不要，好啊，好啊，来一杯。你要想要表达一个很亲切的那个感觉吧？哎、那没有，那重点是他好讲好啊之后，他手在动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他有在做。好啊，我看你，然后他说好啊，然后就看你。好啊，其他他要你做的意思啊，他想自己做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你看我干啥、啊？自己做啊！好啊，好啊！我就想说那时候他念错还是怎么的，然后隔天我想说，就因为这事情，我又去买一杯。成功了！哇塞，他行销成功哎！对，他也是讲好啊，我就酷哦，酷哦，注意哦。好屌、哦！我以为你到接下来发展，接下来朋友就会跟他说：“是啊，什么啦？”哎、欸，可是我之后再去。就想要找那个人，可是就是他下次再遇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没有这好啊了，就哦，被骂了，是被念了，他已经在讲了，已经有人在抱怨了，哎、欸啊，我很失望哎、欸，就为了那个好啊，好啊我就想听你说好啊的，对啊，一定是有 OK 跟说你一直啊，你是乌鸦是不是？所以他一定很难过，太凶了。我再也不啊了，我再也不啊了，啊都被讲，啊一下都不行，都不能啊的，我真的。你不啊了，我不回购了。你看，因为这样啊一次，我就回购一次，有没有？就为了听那个啊。那你就打给店长说，哎、欸，店长，你们那个都不啊了，这样我就不太想问。我满头问号跟你讲，啊什么？啊？啊呀！啊呀！啊呀！真的啊了啦！我啊了，等一下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啊啊！而且那店员还蛮可爱的。哦，原来导演不喜欢。最后的原因，重点是可爱啦。重点是可爱的话，就是哎，你说如果是那个，就是嘿，你就一定不会那个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前提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前提，没有。他不可爱就是啊什么克数？你那边有木头吗？你做个木船可以吗？太凶了，我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木船，我等下我再回去带回去带，是杀掉吗？只能杀掉了、啊。对啊，好啊，杀掉，杀掉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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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哎、啊欸，我觉得你讲这个想要客诉，我突然想到，之前我有同事跟我说他已经被客诉过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说好的，然后客人跟他说你再等，我就客诉你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然后哦，好的，好的。然后他说哦，然后就被客诉了。他说哦。哎，为什么？那个客人就客诉他说你们的这个员工很不礼貌，他殴我。哭啊！真的是哭哎、欸，在哭。傻眼。下次看到他，我不能的也不能好，我要一杯红茶，哭啊！哭啊！哭啊！红茶哭哦。都直接就是完全不讲话，哎、欸，不行哎，你不讲话也被客诉哦，塞宾哦，反正你什么都不讲都要被客诉，对啊，当然要讲啊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回他，嗯
嗯，那你为什么在意什么？是不会回话是不是啊？哦，有人在家哦，我在墓地的洞里面。好，可以。嗯，你要回他呀呀呀呀呀，好呀，冰沙呀！我的天，我的天哪！有些人是不是迷失方向啊？对，哪里上去？那边有火把，那边。欸、可是 我之前跟朋友去买那个啊，买麦当劳，他们都是说啊，请问我们现在什么饮料有加什么有的没的吗？对不对？都有特价，问我要不要？你不是说飞上去吗？等他讲完。等一下，好，不好意思，会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然后我那时候啊，反正好了，反正就是已经隔天就是休假日了，然后哦，我就讲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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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然后女店员就一直在笑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就对啊，就说我们现在有新的什么？现在好像什么蜂蜜红茶啊，类似这种东西。我说好吧，然后他实在就吧，好吧。那请问要搭配什么套餐吗？好吧。然后他就捂着嘴巴一直笑。那你知道什么套餐？等一下，什么都要。嗯，你要搭好吧套餐。好啊。好啊，有些员工什么都要，会跟那个客人聊天吗？记得之前有一次，就是他说你要不要点这个，我说好啊，他就说你很开心哦，哎，我会啊，喂你不行哦，这样。啊你在笑什么？开心也不行。哎呦，我整个塞住了，你塞住？你塞住什么？就是我突然间话都讲不出来了。你塞。因为我觉得我叫回他好啊，他们俩回我，你很开心哦。哎呀，他只想跟你搭话而已吧？对，他只跟你搭话啊，是搭话的，搭话仔。对啊，你都误会人家。那员工是不是男的？是啊，他就在跟你搭话。对啊。我的天！女生应该比较不会搭，不会这样吧？这样回吧，好像男生比较会。没有，那是你遇到的都是男生会。人家想跟你说话，真的啊？没有啊，我回家还好的话就不理我了呀、啊。因为你在敷衍，你就拒点人家。他难过，他受伤，太难过。所以我殴他。殴什么？但是人家了，机会没机会了，没机会，机会凉了。凉了，哭啊！哎呦，遇到我要当下真的是遇到个木头，春天的鸟儿就这样飞走了，遇到了，还不能啊啊啊啊！对，不能啊啊！好，听起来真伤心。你是说店员吗？这个嘛，我是觉得他应该是真的蛮伤心的啦。对啦，他好不容易跨出这一步，鼓起勇气讲了这句话，就居然对啊，他搞不好去后场就开始哭了。感谢克洛伊超级留言，我很气，我今天第64次问人家开不开心，人家不理我了。我跟你讲啦，我跟你讲，你别跟别人讲。哎呦，我痛苦哎，我痛苦哎，我今天真难过，我心就不甘哎。有人在家吗？其实我以前都不想。怎样？怎么了？哦，你抓起来了、哦。好，爬上去啊！是吧？啊，做到这样吗？不然呢？那我去拿名牌。是那个音乐嘛？哈。嗨，李赫，你要找名牌吗？我这里有五张，在箱子里。好啊。好啊。你先搭。好啊。拿钱要先有礼物。问题是工作最好可以准备礼物啦。等一下。对。哎，那个鸡块给你吃。好啊，他吃偷吃东西，他吃他的。好啊，吃霸王餐。哎，其实我很好奇，如果说上班的时候那种东西被偷吃，真的抓得到是谁吗？抓得到吧？看监视器啊。你是说员工偷吃吗？员工偷吃啊，当然抓得到啊。因为我之前上那个。
上那个八十五度 C 的时候，就有员工偷吃蛋糕，而且是一整条哦，好爽啊！好爽哎！一整条也太那个了。然后老板娘就问说是谁，不是可以看监视器吧，然后那个是谁到最后都没有结果，到最后我还是不知道是谁吃了一整个，其实是老板娘。哎呦，前面有奶油老板娘吃老板娘钓鱼的。我跟你讲，老板娘在讲是谁的时候，嘴角还有一点鲜奶油。太明显了吧，老板娘，擦一下。然后他在问的说是谁啊？没事。难怪抓不到。老板娘，我不知道谁，但是你旁边有奶油。抱歉，我先丢一下。转头擦一下，谁？谁？快谁？杰克。那时候很白痴，那时候我们员工就只有三个人上班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说，你们要抓到是谁？抓个屁呀、啊，就三个人而已。就是你们三个去打，就你们三个去打、啊，最后打输了那个输了就承认。到底是一整条是怎样？哪有办法一瞬间吃？他然后本来就说他应该是在冷冻吃的，我想说冷冻。杰克，不行，我觉得这一世界太好笑了。边走边讲，一整条是什么鬼？你他很恐哎。杰克，等下，等，你先讲。你先把这只。引到这边来，好，你继续讲、哦。他说他怀疑有人把包包带到冷冻，然后把整条装进去。太扯了，哦，这倒是有可能。对啊，不是啊，你坐船啊，杰克，你的船呢、欸？杰克，我要坐船啊！我好像引过来，我好像他扁我，他要扁我才叫你引啊！哦，没事，对不起，我这边有点混乱。看来他是新手的，但我这边很嗨，移到哪？这里就好。抱歉，因为杰克让我太压抑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不懂啊。哦，等一下我再回去拿一次命运牌。哦，白痴，我有岩浆哎。哎，又是老位，老位置，很好。猫咪。哦，这个我家有。你我家有，你要干嘛？要配种？没有啊，猫咪啊。啊，你要收集所有花色的、那个、想说每次就收集一样不同花色。哦。哎呦。就算没有奖励，看着也很舒服啊！抵制他，对呀，抵制他。哎，杰克，哎，酱油，有人说会不会是你吃的、欸？怎么可能啊？他们说你的怀疑度很高、欸，哎。因为海苔都吃到一把海苔、欸，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他那个是芋头口味的，我不喜欢。所以你其实想偷吃，芋头还不错啊。但是因为是芋头，所以你不能。啊、我比较喜欢巧克力的，可是巧克力的没有了。哦。哎，这个偷吃的时候发现巧克力没有了，知道是芋头的。哦。杰克，你怎么被发现了？这我刚挖掉的杰克。杰克。这我刚挖掉的杰克。什么？这一条。我看花掉的，我觉得我是不是要分频道了？不要吗？没有，应该是说，应该说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给杰克颁发话题折断奖。他已经跟我说，然后我要回应他，不然不回应我就话题达人，话题达人。然后那个图是一个那个禁止通信，那你看我吗？哦，哎呦，这下是被糗戏，那个小员工那边放按钮而已，没有，刚好帮你围起来了啊。没有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善用麦块伟大的功能。你说护犊子吗？填满吗？蜜语啊！哦，虽然我还是不会打了，说实在，我已经玩了这么久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打。啊，他有蜜语哦。你那天不是玩奇乐有打过蜜语，还说这样不理你？那个也算是。可是对，我以为他是那个啊，那个他们自己用的。哦，内建的应该也可以啊。内建斜线 W S G M S G 斜线 W 也可以。请不要对我说嗯好吗？那可以对你说哦吗？不行。那可以对你说，你为什么不是 Y 大写是 A 大写？好气哦！你好烦啊，对吧？
这样吗？很痛苦。你为什么要死人暴力嘞？那反过来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妈呀！耶、yeah. ！你反过来是是，你帮我把。还是觉得很烦躁。范围内的挖掉，这个平台挖掉，我要放。看着不舒服。舒服。舒舒服服。你们是说铁矿是五比一嘛？对不对？十吧。铁矿十。哦，十比一，对不起，金台是。好。金台是五比一。金是五比一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。不要被投诉哦。我不是讲嗯呐、啊，我没在大便。真的好的，很没有温度吗？那不然要怎样有温度、欸？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好的还好吧。我觉得好的还好啊，好啊，好。我觉得好的还不错哎、欸。那不如来统计一下哦，每个人都可以分享一下，你们觉得你们在跟谁可能在私讯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们看到哪一个字觉得他真的是在敷衍？他打什么的时候？卡到问号。针对性发言，我感受到了。真的？怎么？我觉得那种真的，就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对啊。是哦，原来你是觉得真的是。我觉得发送一个。哦、我就是发送一个贴图结束这一回合，直接贴图。对啊，我觉得贴图就是结束这一回合啊。大爆出来了，这样子。其实很多人都说真的哎、欸，我的天，居然真的是这样哎、欸，真的。真的，然后 www。哦，完了，被据点了哦。其实我不太喜欢人家对我打 www， 我会觉得你充满敷衍。完了，我在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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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www 的。等下酱油，酱油的观众少好几个。会打 www， 等一下。我没有很常打，你也会打？你知道我会讨厌有个原因是因为就是那时候我跟人家对话，我就说哎、欸、你在吗？他就回我 www， 我就说要不要吃饭、啊？他说好啊 www， 那你等一下要吃什么饭吧 www。他很开心哎、欸，然后我就说你看不到 w 了吗？好 w， 有他有节制，他从 www 变成只有 w 了。对对对，他还没说完的，我就跟他说好了，那我们要吃什么？那我们吃火锅 www。干，他说好恐怖呀！然后从这我就 w 就哦、有没有对话记录？我想看，会很好看。我去找一下，我去找一下。你还真的有？哇塞，有应该有啦，我要看一下，因为他有换过 line， 是一阵子以前的事，我要看一下还在不在。哇，那不是会变成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吗？有啊有啊有。对对对，没有错啊。然后我就找不到。嗯，那个是嘲讽技能点满的吧？那我就很烦哎、欸，你知道多少 W 啊？而且有时候讲话就是会，哎、欸，你觉得这个好笑吗 ？W W W W， 他是嘲笑啊，他意思就是好笑啊，那跟叉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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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一样的。嗯，哇，跟挂号一大堆挂号一样啊啊，好像没有人知道在讲什么了，我的天啊！有啦，那个可是那个如果在以前打。对啊，会出现超多双下巴哎、欸！对啊，而且第一个图还会变成那个 emoji， 然后后面是超多下巴。还是有人懂，感到欣慰。哦，老人哦。欣慰，很讲。你怎么在上面呢、啊？啊！雷路呀！你干嘛？怎么在上面？还在上面？还在上面。我去改一下指令啊。好的。一直在上面。请问谁在家里？我在墓穴里，我在我家门前。看到穿要抓吗？现在就继续按按钮。冒烟，冒烟，他冒烟了。来着，你回来了。再继续按按钮啊！不按按钮了，放按钮。这边吗？下面啊，你看下面或上面，刚升怪的地方都会升那个啊，主笔。哦好。这挖完这里，然后继续放。没有啦，我要放土，要放土，要放土。哦。所以我要放了，这上去放吗？上面跟下面，全部都一堆下巴啦，要死我！下巴，哎，你说到下巴就让我想到那个，我记得你有想到以前有跟我说过，说他非常讨厌，就是有人讲话说就是有下巴。对，下巴，他嫉妒人家吗？就是
有人讲话不是会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挂号说什么？问号？哦，就是 OS 会有说 OS。对对对，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人跟我抱怨过，说他很讨厌这样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又说奇怪，他到底是在跟我讲话，还是在自己讲话？我都搞不清楚。哎、欸，还有两个人格，别这样子啦，还有两个人格。不然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今天很漂亮哦，挂号并没有。哎、欸、这个、哦、这个我有时候看到，我想说你会不会错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看到有时候会错乱。哦，这个我不会啦，我是打挂号、问号、挂号、叉、高号圈这样而已。哦，这个还好，或井字号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个还好。我觉得我看过最长就是他说，我觉得我今天过得很好，挂号，但是我今天走路跌倒撞到墙，真的是很不好，好长哦，好长，太长了，太长了，不讲后面就好了吗？我这个是在那时候好像是在别人的 FB 看到的，我就觉得哇，你的 OS 好长哦，所以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是不会到我自己是不会到排斥，但是我会很好奇说你会不会讲一讲就突然分裂了，你知道吗？分裂了，细胞啊，对啊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觉得你怎么好像一下好一下不好，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很好奇他下一句 OS 会讲什么。对啊。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针对你回应，我是要针对你的刮胡里的状况还是你没有刮胡的状况？你回应他，我是要回应你的理人格还是你的标人格？对，我会很困惑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回他，哦，原来你过得很好，刮胡，那真是糟糕了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的天哪，好累哦，好卡累。可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没遇到什么这样的人，所以我还蛮好奇的。我也是比较少了，对。对啊，我也还是还好。我以前是这样的人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你真的会啊、哦？哎、欸，我以前也会。以前呢、啊？以前呢、啊？以前。所以他既有中箭的感觉吗？还好，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，觉得好像这是人格分裂的感觉。哎呦。我记得我以前就只会打一堆，就是刚刚说的双下巴而已。双下巴，我会打一堆擦滴滴，然后人家会说我下巴脱臼，掉到脱臼。我到现在也是会打擦滴滴耶，擦滴滴还是会啊，因为很好表达，很好表达那个。我会擦滴滴跟 WW 混合着打。哦，擦 DWW，、嗯、可以，就是可能讲两句，然后换一下，对。对对对对。擦 D W 这样子打吗？是不是擦 D W 混在一起的、啊？什么新语言？不笑！Oh my god！ 这好严重哦！严重严重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代表那个啊，头上有头发、啊，是一。一字头发，这里的头发，头发，我的妈呀！川普头，天哪，很赞，怕爆，怕爆，怕你了吗？怕你怕爆了。欸、可是这个真的是丫头头惨，刚刚私底下聊天，他也是给我怕爆，怕爆，怕爆，怕爆。你从哪里听来的、啊？不知道。你常讲话、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像那时候冰与火龙你就在开始在讲了、欸、啊，那其实蛮久的、欸、很早了、欸、那很久一些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那时候人家还在台南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哎、欸、我们等下去吃什么，他说好啊，你说然后你回我会很贵吗？我说应该是多少多少钱，你就回我怕爆，代表很贵的意思，有没有？很贵很贵，太贵了。我就所以是大概多少？我好好奇、啊、我也忘了、欸、好像是400-500吧。哦，那确实是有价位的。它有点像烧烤那样的东西，忘记是吃什么了，也是吃到饱的。哦，吃什么啊？忘记了。那你是回我怕爆？哦，心里在想，你这个怕爆是想吃还是不想吃吗？你应该讲贵爆吧？怎么是怕爆？怕爆，但我想。怕爆，但我很想吃。我想吃，我想吃爆，我想吃爆。怕爆，但我想吃，很爽耶、欸！我怕爆它的价格跟我想吃有什么冲突吗？好屌啊、哦！这个，
欸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，欸，就是 我在传讯息的那个，就是比如说会不会打表情符号啊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，我会看是这个人认识是网络上认识的，还是是就网络上先认识，哦啊，还是现实中先认识？你们也会吗？我会，对啊，像我也会，像我其实对那个就是可能现实中认识的，啊，我都基本上就已经习惯几乎不打表情符号了，就一般的回话，嗯，对，就只有对那个可能实况认识啊或网络认识的才会疯狂打。对，你们对于就是讲一句话以后句号会不会很反感？不会，啊，句号不会啊？为什么会？就是像假设就是有人说你要回家了吗？我要回家了，句号。哦，你说好的这样吗？类似这样后面一个句号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为什么会？我啊，为什么？如果我打句号了，代表我在生气。啊，是啊，哦。如果我打完整标点符号，代表蛮不爽的，才会打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就是那种语气，我想要跟你就是完整的讲这件事情，可是完全不带任何感情的在讲这个话的感觉。哦，因为你一般讲话，你不会比如说很完整的说，比如说，哎，你今天有想要吃什么吗，或什么？然后可能就会打说一样的，然后可能就会很完整的打出所有的标点符号，这样就是哦，不要拿情绪上的差异。如果我自己是真的生气，我是直接不读他，欸，哎，所以以后既然不读我们，我们就要没有啦。你要看我多久？你要看我多久？嘿，封锁你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是误会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封锁他，封锁两年。有，而且我跟你讲，那个封锁的原因超好笑。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不知道在打赌还是怎样，就说好啊，你就封锁啊。我说哦，好啊，我封锁啊。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按封锁，然后之后我就忘记开了。哦。然后中途重点是中途他好像还一直都有传就是 LINE 的讯息给我，然后我都没看到，都不回我。然后他这两年之内呢，我们有还是有在通话，他完全都没有跟我说，哎，欸，你怎么没看 LINE？ 他可能以为你在生气。然后过了两年之后，有一次去那个时候去香港玩，然后呢，他就说那个时候就是不是要用那个 LINE 来通，就是那个讲话嘛，还是怎样？然后呢就说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加到你 LINE 吗？他就说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两年前就加了。我说有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然后之后呢，我就在我的封锁名单看到了。好难过，好难过，真的是超难过。我那个时候整个傻眼，说我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会封锁你啊？好奇怪哦。好笑，我天哪！可他的心理阴影面积。这是帮 Bobo Q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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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酷儿，他可以写一篇作文来表达出他的心得，他难过的心得，哀伤。哎，说到作文，我突然想到，最近在那个 FB 不是我有看到一篇转发，是那个男生惹女生生气，然后女生叫他写一万字悔过书，那个有看到吗？那个我看过，而且那个生气理由很奇怪，对，就是他一万字，他写完以后，那女生完全没看，他先拿去测字数，然后那个文字是9700个字，标点符号1000多个，他就说。你为什么要用标点符号来搪塞？分手？傻眼！啊，分吧，那就分了啦，分了啦！哎，没有，应该说不要分，拜托不要分，你不要把这个人放出来，不要放出来啊，不要放出来！我看到转发，我超惊讶的，居然真的会有人让人写一万字悔过书。我觉得没有重点是，我觉得他也好太乖了吧，真的写，虽然没有到一万了，他写9700个字，很强了哎，很强哎，真的够了，大学写报告。都没写那么多了，我比较好奇这两个人的年纪。对，我也蛮好奇。上面没有写，只有文章而已。欸，可是其实通常这种搞不好有一些年纪都算还蛮不错大的。嗯，对。在之前有看过有一些网络上例子，其实年纪都不很大。哎呦，
还有四叫声，哈爆，没有，我在哈爆，哈爆，你知道我刚你不能用，我帮你用好不好？想了一下，那个声音是有人在叫，还是椅子撸到的声音？叫啊，叫啦！我刚刚就蛮像椅子撸到的声音，对啊，有点像椅子撸到脚的声音哎，好痛啊！看吧，看吧，好屌！今天会有一大堆那个海报图了，海报，你看，哈他只是放了海报图啊，对吧、啊？他就海报啊，很可爱。贴图，然后是怕爆，对吧？有啊，好像很适合哎、欸，很适合的。真的，我来记录一下我那个贴图，加一，加一。你会被说抄袭哦，要小心哦。哇，那是卤蛋的哦。你要改，那、你要改改字，有没有？你要改讲法，不能讲怕爆了。爆炸完了，爆爆，就讲个表情啊，讲个表情，你以后就要讲讲表情，表情，讲个表情。哎呦，躲开啦！闯进我家，惊呸！还有这边哦，这边还很多。你还可以不想去那边的，你很气，你很下趴。说到这个改口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改口还蛮可爱的。改口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说话那么难听。不是有句话叫什么"滚犊子"吗？那什么声音？那什么意思？滚犊子，那是大陆那边讲。大陆那边哦，我还没听过。就是叫叫滚的。对，那时候我是听到有人讲，然后就有女生跟他说："哎、欸，你这样讲真的很没礼貌。"然后那男生就说："好吧，那我改口一下，翻滚吧，牛宝宝。"什么鬼啊！因为犊子就是小牛啊，这里是同一句话吗？就是出生之犊的那个小牛哦。我听到觉得好笑，翻滚吧牛宝宝！我的天哪，他好特别。对啊，我比较佩服他能反应的过来。哎呦！惊个病！不，哎呦，还是你要绷在可以啦，就看你喜欢，看你喜欢怎么用，弄也塞啦，用爱。如果要用台语讲一整天，你们讲得下去吗？讲不下去，讲得下去啊？因为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会讲讲，应该是我的词汇还不够多。我也是，其实这样才好笑啊。可是我会讲不出来，我很痛苦。我觉得观众也会很痛苦。不会，就跟就是英文不好，然后要尝试讲英文的那种感觉一样啊。因为讲后面在比手画脚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人会找到出路的，你相信我。总会找到出路是吧？我这里试过，就是打龙的时候就只能用讲台语。他就很白痴，很好笑，很好笑啊！因为你一定会想到一些其他的代替词来代替他。对对，然后就变很强。是我呀，而且就只有单字，不会讲一句话。对，只有单字。Here， 累啊累啊，动。Can't call。喂，No， Go。大概就是这样了。算字，我的妈呀 ！Reloading， come here。Reloading， cover me。Wait。一开始，然后你不知道哪里有没有？我突然又想到红茶女孩。红茶女孩啊，红茶女孩，你又怎么了？一些很神秘的东西啊？没有，是我在 FB 看到的呀。你 FB 好精彩！你要 FB 怎么那么精彩啊？我以为这个还蛮多人知道的，因为我也是从别人那里转发看，就是有一对国小的那个情侣在那边吵架，然后就有个女生她讲话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也是大人的，我是个更适合他的 girl。哦，有，这个，我都是没什么印象呢。他们说这个是红，这种是红茶女孩。啊？那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新的名词、啊。没有，是那种又甜又真的女孩的样子吧？好，我知道红茶就是你不是有听过绿茶婊吗？因为他就有。那红茶就是完全相反，就是变成说他直来直往。我虽然跟人家交往，但是我喜欢你，我就说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他分手。哦、是啊、哦，对。那之后有没有清茶清茶女孩、乌龙茶女孩？对啊，卖茶。
对啊，我很好奇耶、欸。我倒是听过矿泉水女孩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好像有看过分类之类的，哎、欸，还真的有啊，有、欸、我看过。好，我还看到一个什么，真的我不太懂，我那真的还是不太懂。他说什么男生哦、喔，如果很屌叫查理王哦、喔。哈，查理王，那个什么？这个我真的还不太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个好像是开玩笑，就说就有人问说什么女生很表叫绿茶婊，那男生呢？然后就查理王哦，然后就说哦，好像有点道理哦，很好笑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那女生的那个分类很猛，尤其是我看到那什么矿泉水女孩，那是什么、啊？他说只要你染上其中一个，你就可以直接变成她的颜色。啊！就是你染上绿茶，你就变绿茶婊；你染上红茶，就变红茶婊。所以它是百变怪哦。对。百变怪，哇！我可是很会形容，直接变百变怪啊！这个称呼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喜欢百变怪的人要生气了，真的有百变怪粉要生气了。完了，我要那个了，我要那个完了，完了，你要被克数了，那个哦，那个很熊圈团圈哦，怎样哦？团腿团圈。你侮辱我的百变怪！百变怪招惹你了吗？他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这样说他？如果他变身那个眼睛真的是挺强的，很可爱，他超可爱的，真的。我还在想他长怎样。你知道臭泥跟臭臭泥吗？我知道啊，对啊，跟百变怪长很像。可是那种可爱一点点，他们只是差没有眼睛一样好吗？对啊，而且还有臭泥跟臭臭泥，不是比较臭吗？他说只会对讨厌的生物发出臭味，啊、喜欢的就不会。哦是哦，所以喜欢的人他是散发香味吗？没有味道吧？他叫香香你，香香你，香香香香你。我知道有一个好像粉香香还是什么的，有一个是这是一魚、啊、芳香的，有一个那个粉粉的那个乌鸦，是乌鸦吗？一只鸟啊，一只鸟、啊，那个声音是就是鸟类啊。哎、欸，请问有人在家吗？Man. 在家，我的，好，我可以。对啊，它是乌鸦。哪一只？有红色的啊，有粉红色的那一只乌鸦。对啊。我完了，我现在近几代的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是。它是奇怪的，那越来越多奇怪的。哎、欸，你不能说奇怪哦！完了，杰克要生气了哦！杰克要生气了哦！杰克讲话要很小心。那个团团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了。这还要揪团是吧？揪团上去。这金怪是啥、啊？僵尸哦，僵尸啊！嗯、哦，等我一下，对不起，我没。白痴，白痴，你知道有人讲什么吗？你可知道百变怪帮我生了多少个老婆吗？哈，百变怪是我家他们的妈妈吗？怎么就讲他们小孩？他谁都可以生，玩的对啊，都可以交配的，什么都可以生啊，他连无性别的都可以哦。哎，王嘞，王死了。啊啊什么啊啦！啊什么？要说好的，你要说好的。哦、不是，我要说哦。有汉吉耶！哇，汉吉耶！哎，东西不在我这儿，然后我才问你王在哪。哇，你跳那边超快。我没点到啊！啊，你他怎么这样？他死掉了！阿克，他给你死是不是？我死了！哦，我打死他！啊，东西不在我这儿啊！哎、欸，他正在不正哎、欸，因为我身上是满的，我不会吸的、啊。可是我没有捡到东西、欸，我怎么会知道、啊？完了，没奔跑，是呀。哎、欸，这个就跟你刚刚说那个一整条蛋糕事件一样，不知道该怎么。哦，谁带着包包进去？但是我们要调监视器，快找监视器。他是溺死还是卡到墙壁里啊？他没有到墙壁里啊，可是他怎么溺死吗？他也没在控血啊，血是一整条，他刚刚血是还是还有三十二，所以你们精英怪只有你们俩在打是不是啊？对，然后他就消失了。我想说今天人太少是不是？我看到了，繁星钻通风管。啊！我跟杰克在地狱，不是我，他们两个都是狼。
哎，这个冲锋感直达地狱耶！我觉得有人在带纸刀啦，就是啊，带风向，有人带风向啦。啊，是不是要补偿？我小踩一下团团呐，是团团呐。我只是在跟铁矿培养感情，别这样。铁矿培养感情。我在跟按钮。哎呦！我也不能回去。哇！然后又要被人家讲，怎么生出来的？我现在要很好生好气的跟你们讲话。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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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有人开启轮回地下城了。哇！哇！哇！我知道，哇，好棒棒！嗯，请问你们是不是想上厕所呢？我家狗表示同意。对啊，你们家有人看。狗狗生气了，失败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恭喜小雨啊！不恭喜，变成是了。哇！好呀嘞！恭喜小雨！刚刚听到成功的，就很想接 Vicky， 成功了，耶耶！有人在家吗？哦，小雨一定在。嘿，我在，在楼上。汪汪汪汪汪汪汪！然后我也在家，我也在家。踢我，踢我！不用了。你想干嘛？狗狗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耐久好好用哦。啊？怎么说？耐久漆的工具，我今天我今天都在挖矿嘛，我这个丝绸之术搞耐漆到现在，从刚刚开台到现在一直在用，耐久还没到一半以下哎、欸。哇哦！对，很推荐大家去冲到耐漆哦，超推。盾牌是啊，盾牌也超好用，我也耐漆了。嗯，好用。哪一次不好用了？冲啊！哪一次不冲了？可是没钱啊，我没钱啊，不然我也要充稿子啊，充不上去啊，是不充，充不上去啊。你接着扣最好给我中，我就充，我就充到底。对，要买乐透哈，去买一下。哎，对我每日奖励还没拿，拿一下。不错，我也还没拿哎。对，我也还没拿哎，等下来拿。你能打怪奖励啊？我拿吗？嗯嗯嗯。傲慢的写不见了。可以问一下。万能的观众大神们，万能的观众哟，请问我刚刚有拿吗？是召唤吗？召唤书，我有没有拿呢？还没，没有拿，还没，没有。答案是没有，没有。本、欸。啊，要收贵哟。要收贵哦，差一点被死翘翘啊！哦，哎呦，你还变皮哦，哎呦，还来变皮哦，变皮哦，变皮，惊个烧起来，听起来很烫。哎呦，飘错了，人家就烧了哦，听起来很呆。有那个吗？我怎么感觉到那个了？喂，没有，嗯，什么？顺的，按错了。啊，绿色骷髅！我的世界停止了。不是，你是你变快了，世界停止转动。对，啊，是你变快了。你进入了肉模式。弄肉模式，弄起力啦！弄犀利，好干嘛？好痛！这样有很开心呢、欸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我在开心什么？今天很开心哈。还好吧。欸、我怎么我挖到这是谁的矿？挖的矿道啊？好，哎、欸，嗯，而且这里还有路上还有钻石，他不挖。我的啦，我的啦，我的啦，我的我的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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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还没挖完。我的，没有啦，挖掉，我的挖掉没了。那你要还我，你要还我，有份有份有份。嗯，
你怎么饿人家了？饿人家啊？没有啊，我是很有语气很好的。嗯，好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你为什么要好的？每次哦，吓我，真的是什么话都不能讲哎。是，是的，我家狗，我好生气哦，他好生气哦，他好气啊，他是很超气那种哎。是我自己的，原来是我自己没挖。啊，我的啦，我的啦，你刚刚不是在这里？你看，我刚刚通风快跑掉了。他是狼，哦、他是狼，你是狼抓，跳他，跳他，跳他，跳啊，来呀、啊，这这这这，召开紧急会议。紧急会议之前要先抢手术，先杀一个，再带走一个。对啊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兔子跳的那一场紧急会议竟然比那个杀人还快啊？没有一时间一到我们就按了。都是三十秒、啊，因为可是有一场是那个啊，那谁哈基直接把音乐刀掉，刀掉之后我们才能按那个呢紧急会议、欸。对，那一次是刚好同时秒数，对，那一次是秒数一样。没有，就是三十秒。好问题，好问题，不然就要去看一下当初的设定。现在我也记忆很模糊，对，嗯。哦，有点回来了。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想说要抢手术的时候，我看一下那个按钮，它上面不是写说倒数几秒可以按？对啊，然后就看一下我的那个杀人 CD 是相同的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才在开台的时候，抢手术，抢手术，快快快，再带走一个，带走一个，带走啦，带走呢，带走啦，里面就这样死掉啦，变变皮啊，变变皮啊，变个变皮。请说，请说，请说。是有点卡，你是不是不能讲嗯就讲嗯嗯嗯嗯，然后就别人讲话，然后一直狂咳痰的，知道吗？你有痰你就有痰呀，小雨怎么在那边上上下下？哇，小雨你一定是没有一连按，我那上次是连按就直接到七了。不是啊，我不知道我的钱还剩多少，反正就按到没钱就对了。对，按到没钱就对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要冲，输要冲，对，赢要冲，输要冲，你差两只是想冲，没错。我要先把这边压自己，不啦啦啦，先做好陷阱，就是陷阱。我要去楼上抓小宠物了。我小宠物一样啊。啊。哎，我怎么下来了？好、啊。那我先回去一趟。好、啊。哇，小宠物变身了。小宠物。你在家对不对？你怎么冒绿烟啊，酱油？打他！我刚刚被那个冒绿烟的苦力怕炸。哎，为什么没跟我们讲？啊，因为他从天而降。你是杀手，你是杀手，杀手。对，怎么会？我是好人，我是万年好人，绝对不会是杀手。我在于想要少踩一下我的师傅。你看到苦力怕的尸体，为什么不按你？对，为什么不按你？为什么叫我们？他头都断了。对啊，我这是在观察会不会杀手都会回到现场嘛。你不要拿我之前讲过的说辞来讲。哎呀，吓死人呐、啊！看神勇的愉悦、啊，神勇的愉悦，我是刺猬了啦！什么神勇？神勇的刺猬，神勇的刺猬，很勇哦，神勇，勇的嘞，勇。哎呦，很勇哦！哎，对，等一下啦，我们的攻略组，你没有知道强力卷轴除了抽奖以外，我还没有拿到过啊，我也还没拿到过哎。我强力卷轴，我什么攻？就这是新的，新卷轴。他们不是说可以研究一下，看怎么会拿到？我们还没研究出来。嗯，啊，我就在地狱哦，在玩按钮啊，有人就怀疑我是狼啊。啊、我就一直在挖墓园的地板哦。我也一直在挖，我没有，我有打一些怪，可是都没有掉啦。我在努力赚钱，都没有掉。没有掉。我在抓小宠物跟放按钮。哎呀，看
看来这一次的很难很难攻略了。加油啊，攻略组！没有，因为这一次的冒牌货不知道是谁。这个地狱太难压了，因为太多地方可以升怪了。嗨，凋零怪，记得那个不是超麻烦的吗？对啊，运气好就是升在岩浆上啊，运气不好就是那个很麻烦。对啊，运气不好就是我们这个这边啊。嗯，凋零头有啦！来杰克，你要先用吗？那是多的吗？那是多的吗？有人在加的，刚打到哇！多的话，我想要拿来做。可以直接传我啊？是哪里？还是等有烽火台好？好好好。哦，大地图。白天。我那闪电。好。哎、欸，我要去外面找姜子、欸，是吗？不对，你先要找姜子，直接去墓园底下就好了、嗯。对啊，我要下去墓园底下了。我来了，那是大将。因为我来了，是哪里呀、啊？我来了，拼拼图的部分。对啊，他进来拼拼图，可能就是拼图。好多苦力怕、欸。对了吗？啊，白痴、喔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啊！我要拿30颗，我要走了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对不对？他在拼拼图哦。有没有人来帮忙拼啊？我要先整理我的身上，我身上都有光。都有赏金吗？我没有。我等一下整理完，如果还有时间，我再过去。我现在身上要爆炸。哇！很月这是第几关啊？杰克救命！14，怎么了？他熟出来了。熟出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哎呦，刚刚这个笑声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哎呦！怕爆啊啊！外逃！怕爆啊！他的逃外逃！哈哈，你讲了，这样子吗？对对，你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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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出来。要讲了，要讲。很难耶！口头禅的话，就可以实施一个讲口头禅扣一颗钻石的活动。外头，听我解释就完蛋了哦。这样有你一定，我们就想办法让你一直讲听我解释。哎，我没有，我哪有口头禅？有没有？那不对吧？叫我口头禅听起来好像有点多哎。对啊，你超多，自己发起这个活动的哎。怕爆！你是活动怕爆最大受害者。因为我们是疯狂按铃啊，看你是这游戏的股东，对，都是由你赞助的。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老天鹅啊！我是这样子的人吗、欸？可是你口头禅最多有个好处啊，你如果只有想做贴图，超好做。真的、嗯，真的，可是超多可以。我会建议你不要出有文字的贴图啦，太难用了。你说有文字的吗？对啊，应用的。对啊，你说安安你好那种，我觉得就很好用啊，感觉。可是有时候你早安你好，你一个姿势可以用很多。有任何请分享。其实用贴图我不太喜欢用有字的、欸。对啊，我觉得有字的很难用，就是除了真的很特定的。还是比如说我那个对不对？good 的 ，good 的 ，good 的。不是啊，像有的贴图像是什么“好的，谢谢”的那种，这应用范围就只有存在于在回厂商的时候。对啊，好的，谢谢。那如果是那种可以改字的那种呢？哦，改字，我还没有买过改字。哎，我觉得改字很烦。你知道名字号吗？哈哈，你知道改字，你等于每次要回，你都要先改一下，等于你要先花个十几秒去改个字，然后再花十几秒等它下载完，然后才能贴出去。不用下载，不用下载。啊，要下载，还要下载。改完要下载。你每次改完都要下载，哦，这么麻烦哦。对啊，所以就我平常用都觉得蛮快的，嘿，很方便。Good， 我看到有人在上面挖钻石了。对啊，哎呀，这是我看到了。可以帮忙把那个雨关掉吗？因为那个帮忙把雨月关掉。我来按哦，我按喽。好，感谢。天气晴朗了。只是中了、欸。你现在可以用那个 K 图了，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因为小宝贝又升了绿色烟了，真棒。不过它不是绿色烟诶、欸，那个有没有特别的东西，不会是绿色的。啊哦哦哦！我想去中介看到我们中介蚂蚁变成绿色的烟。哦、oh. ，很正常啊。就怪物放久都会吧。对啊，是我想要机制到底是。嗯，好啊。嗯嗯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哎，
嘛 ，good。啊，我还没拿三星。其实我在想的是，一个命名牌就会等于一个石头啊，很亏、欸。会吗？我觉得很亏、欸。我还以为那个是随机几率、欸，像什么38几率传染给隔壁的人之类的。38。38。我想说是某一只怪，它附近死了多少只之后，它。哦、好像有那个机会、欸，好像有道理哦。不会啊，就是一直在砍怪砍一砍，然后换有一只它就变。我家的羊跟团团家的熊猫就这样染病了啊，就全部都染爆啊。对啊，排除掉。嘿，一个一个排除。这是另类瘟疫吧？哈哈怕爆对不对？怕爆怕爆，没有羊皮这样。如果换错是这样，就是讲啪爆，啪爆，啪爆。之前有人问我这个为什么会念啪，可是其实就是一个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游戏的人里面都这么讲啊？我觉得并没有，我觉得没有。你什么游戏的人会这么讲？对啊，那就剑三嘛，每次玩剑三啊。没事啊，对了。是因为是那个什么，是我之前玩大陆服那边的，他们都会这样讲，因为他们有些字打不出来啊，他们就用谐音。哦，像打死你，他就会变成打死你。哦，没有啊，就他们不能打那些字啊，对吧？会被禁啊。那请问啪嘞？啪也是啊，就是 PIA 啊。啪不能哦。我不知道哎。可能比较可爱吧。啊，没有人有卖防爆卷了、哦，哀伤。防爆卷，哀。我有一张，我应该有12张吧？你也太多了吧？他就都尾牙，他用啊，他就都尾牙、啊。我都在用石头抽东西，我没有在冲装啊。那请问可以高你买吗？一比多少、啊？看一下，我看哈基是怎么出的。哈基是公道北，公道北，公道北，他是1:5。一比五、哦，对啊，他出的、哦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太低了。没有赚啦、啊，我那边是石头，我就不卖了，算了，你自己慢慢刷。慢慢刷，看一下。你在干嘛？讨价还价干嘛？我靠！你们这是以物易物吗？你拿几颗来换我一个石头？就塑料咯，塑料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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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反正就有用吗？你不是有电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想说等到升到六再用。哎，杰克，你回去带两个玻璃给我。好，等一下我的电，我要再去抽稿子嘞。嘿咻！哎呀，哎呀，反正那个稿子也陪了我很久了啦，我只能这样子催眠自己了。哎呀，他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了，幸运八已经成为了传奇，传永流传，永远记得他。啾啾，玻璃吗？来稿子。两个玻璃，是谁呢？哦，是味道师啊，不是，是那个招小蚊子的。哎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！相信我，抓起来。好，那你们来抓他。可是他不是会一直乱换位置吗？就是小丸子有机会出石头啊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哇！就直接再抽一个五哦。五嘞，哎。哇哦！哇，传这个传说好廉价、喔，又回来。对，传说好廉价、喔。对啊，好哀伤哦、喔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传说哦？我知道，它大概持续五分钟吧。没有，一分钟不到吧？一分钟不到，眼泪准备掉下来又缩回去。对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有一个了，我有一个。啊，对，因为你那边石头还有吗？什么石头？九桃。什么石头？我在干嘛？你可以拿去用啊。哦，因为我刚好翻了，快差不多了。哦，那可能你看一下那个炉子下面的箱子吧，如果没有就没有了。啊，哎、欸，你们真的有要把它抓起来吗？有就要来抓。要问杰克啊。
啊，我修改了。因为我就杀吧，我就是先杀吧、啊。对啊，我想说精英怪很难吧？哎呦，要修。好吧。哦，对，是精英怪，我以为你们是在那个。啊、没有啊，是精英怪。抓吧。抓吧。去补个血。好、啊，你先补。耶、yeah ！为什么会生在这？换过来的。我快 hold 不住了，怎么？他超痛的。很痛。QQ 的 ，QQ。不，我看到天花板了，卡了一下。那个酱油，你还记得 QO 怎么唱吗？QO 的有成果汁，怎么了？再一次 QO 的什么？有成果汁，有成果汁真好喝。好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是？为什么是？哎、欸，柳橙果汁这个吗？为什么是柳橙果汁？对啊，不是啊，有种果汁好喝，有种果汁真是有种啦，柳橙果汁什么？哎、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我对你，然后他在唱柳橙果汁，没有，因为上次轻松生存也讲过一样的话啦。哎、我也觉得是柳橙果汁哎、欸，但我从来没喝过。就觉得你很好笑，有柳橙口味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有人说难怪他会倒，不是吗？只剩柳橙果汁，台湾没有在卖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是人人都会唱，但很多人没喝过这种概念。为什么是柳橙果汁？我一直以为他说柳橙呀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唱柳橙。柳橙呀呀，小雨，等下给我一个剑石，麻烦了。剑石，我家有，不，我这边有。因为现在在打 boss， 我反正会觉得哦。哦，我来呀 ！Good，Good，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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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没事，踩到玫瑰，没事。我侧身撞进那个凋零花区里面，哎呦，听起来就很痛。这不是几个月前话题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刚刚在炒冷饭。对，我只是因为我们下午在聊的时候，刚刚又提到酱油的事情，然后又请他来唱一句。我怎么了？还是有没有啊？就说 QO 的柳橙果汁真好喝啊！哎、我真的以为是柳橙果汁，我到现在还这么认为。对，我们刚刚讲，我刚刚突然啊，是有种哦，有种啦，柳橙果汁真好喝，有尬死吧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广告很洗脑哎、那你们有玩过 QO 拳吗？那是什么鬼？欸、我有听过、欸，只是 QO 的猜拳啊。没有，真的，我好像从来问过，大家都没玩过哎、欸。所以那怎么玩？示范一次。他就是一样，就是你前面一样先唱那个、啊、QO， 有种果汁真好喝，喝的时候酷，然后你就喝的时候酷的时候大家猜拳。嗯。然后他最后一句不是喝完脸红红吗？输、啊、的人就要被捏脸。我知道，对对对对对，有，那个玩的对象是不是一男一女？然后那个男的还喜欢那个女生这样？没有啊，我们都玩超凶玩，就是捏到人家脸直接红的那种。对，哎，我没有吧？你那一半，不是有人捏是捏下去，然后转一圈扯下来那一种的，就是喝完捏哼哼，然后要超白目的那种唱歌方法。我的天，有印象，为什么？这是国小的时候搭配着僵尸脆啊，这是两大猜拳哎、欸，有吗？僵尸脆就是猜不完的那个游戏啊。我以前只有这个什么海带啊，海带那个而已。哦，对了，海带，然后那个鸡骨帕啦，鸡骨帕是什么？鸡骨帕是什么？什么？我只知道乌龟笑哎、欸，没有怕怕字就是怕爆，就是你怕爆，就是你要讲鸡骨怕，然后呢怕的时候呢，你就是手左手跟右手都可以各比一个，就是一样是剪到石头布。哦，然后哦左一拳右一拳呢、啊，就有点像，然后呢就是你比出来的时候，如果对方也跟你比一样的话，他就输了这样。哦，然后呢就是变成我喊完，然后换对方喊，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想办法不要比的跟对方一样、嗯。哇，你小时候就会划拳了、哦。有什么？这是划拳吗？是划拳呢、啊？居然我小时候学会了！哦，小时候就这样，十五、十、十五、十，你小时候就会划拳呢？难怪赌性这么强，然后赌到爆炸。那个陨月石头搬完了，
哦，那就没有了，那就没有了。哎，这骷髅马又感染了。你说商店那边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新的，我们刚打那个王。这个需要帮忙吗？还是不要帮忙杀掉？哎，会生的，会生的，会生。就只是我们可能要出去再回来才能看到它生出来。叽咕啪，叽咕叽咕有吧？你们真的都没有？没有，小时候没在赌博的。没有，我们也没赌博，我们就是玩好玩，就是那个输了就被打一下之类的。好恐怖、哦！小时候玩打一下，暴力耶！打一下，手刀打一下，哎，打超大力，弹额头、弹鼻子之类的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们是打巴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这太凶了吧！巴掌怎么啦？不是啊，不然就是手握着手，有没有猜拳猜输然后扒一下，有没有？哇，那个两只手，然后对两只手腕那个，对啊。你们小时候这么暴力吗？打手背啊。打那个，要不然就是弹耳朵、打额头啊。对对对对，小时候怎么他进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这垃圾丢在我家门口，一进门捡到一堆垃圾。我没插口给我，你就走进来了。我在找一厕所要烧他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这个时候，隐约的心中就响起了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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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要回答好的哟。好的。OK。我在找我的岩浆桶，要准备烧掉那些东西，结果你就冲进来了。这我家你丢门口。我怎么说？我记得我也车上有个岩浆桶啊，去哪了？我在在翻。哎、欸，这些大家都买的好整齐哦，这是什么回事啊？都连号哦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你看我的超级不连号，包牌啊，他就要交叉啊，对啊，我三个角，哎呦喂，所以我是几号跟几号？对，开奖，繁星你歪了啦，啊，繁星歪，我就咬牌嘛，酱油，你这个头打到人家了，我在养牌呀。哦，我上次就坚持一号的哦，不然你的一号好可惜哦。有，你现在坚持了，你现在坚持了。可是一号可能过了啊，一号几率已经没了啦。一号已经套了。你有会连装吗？结果就真的连装了。哦，好猛啊！那以后就抢一号喽。哎、欸，还是其实你知道一号会开，故意选开啊？你怎么跑下去了、啊？你要下去玩个四分钟？对啊，是不是四分钟玩一下？哦、欸，那我要回去了，师傅，我要传你。所以繁星那边有压住了吗？我这边压好了、啊。You 啊，只是、啊、我还要继续放吗？还是你想要效率高一点？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压你，就是这范围一二八格内不能有任何刚生物。对啊，我来看这次的奖金有多少。好多啊、哦。嗯，团团就嗨嗨哦。可是抽不到、啊，嗯，就献祭哦，那个拿到我全部冲稿子哦，只冲幸运哦。是，这献祭是献你自己，不是献还好吧？这叫自肥啊！没有啊，你跟他说就是我冲稿子，然后不垫啊，不垫卷啊，然后就或者是你剃头啊之类的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稿子冲上去了，你们大家都可以来借来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、你看，想想上一次他借的那个石英，你看有我这个稿子挖多爽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对，是吧、啊、？Good，good，good， 小猫。安静。2H， 哎呦。再两分钟，哎，酱油绿对，快了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！酱油一直都绿绿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它绿很久了。我也是看到绿绿的。那大师你会不会掉头石头啊？不会。会啦，都骗我觉得会哎、欸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看如何？会耶、欸。是觉得之后我更新一下好了。杀、啊！好哎、欸，然后冒绿烟的人就可以把他杀掉就。耶、yeah! ！这是古意智商残杀、啊，小雨，哦，可是他还没两百，还是不能一招。你要不要拿去附手东西啊？欸、
对啊，你副手或者装备强加上就我的刀子遇水装，然后什么都没抽，没有锋利就直接可以一刀了。不一样，有啦，我锋利就、我副手如果拿别的就可以超过了啦。可是我还是想拿当盾牌了，盾牌，对，盾牌冲个武器。冲的攻击，我每次都拿一堆锄头，最多锄头了。我的箱子有东西哦，我的箱子已经满了，不能再抽了，该整理一下。我叫箱子满不能抽，可以啊，你清一下就可以再抽啦。太麻烦了，清一下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你觉得麻烦而已哦。你这个懒女人，哎呀。最后一分钟，一分钟，那我回去了。要开奖喽！下礼拜继续玩。还有一分钟啦。哦，还有一分钟要开奖喽！十点了，十点了，耶、有了，有人点了，来喽，来喽，开奖了，要发奖。都得掉呀！好 ，C 二一，要 C 二一，要羊牌喽 ！C 二一 ，C 羊羊哦，羊羊哎，哇羊羊，完了啦！哎，羊羊还有那个卷哎，好好好哦，奖励掉卷哦。好了好了，一人拿六十个走了，帮你们说。我这么好。下面是太好人，烟草人，最后要再去冲一下，超级毒，拿刀给他刮掉。我多分你们一点好了，多分了我们一点，断线了，我们一线。哎、欸，我断线了，我断线了，多分了，自己拿是不是？自己拿是不是？自己拿，快拿一拿，不要动我的箱子，给我住手！住手，放开这个箱子，住手！我可不可以再拿三个啊？你们一组就三个吗？一组吗？一组，那再多拿四颗，再多拿四颗。谢谢。我慢慢点回去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一组哦？一组啊。哦，我拿到三十。你多拿多拿。啊，切换啊！是有人在用啊？你要靠近一点。哦。等下，这下面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因为他不是说拿四颗。哦，拿四颗，可是哦，行了，你不是有些不是已经拿六十的，钻石点两下，再拿四颗，好好，好耶，大美女，哎，是谁在我家池子丢石头？怕爆，谁啊？丢石头？刚刚咳最大声是你，九猫团团，九猫团团。你很不会说谎哦、啊，没有啊，我没丢石头啊，哦、不是你哦，阿、啊、爸，你刚刚 key 了吗？我要回去，我要翻盘、啊。你刚怎么那么大声？还、欸、是那是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我刚刚只是我只是很爽，我的稿子有幸运六而已啊。我的妈呀！我快要重回幸运八荣耀了，再一点点。我要努力要赚钱钱。哎、欸，我的那个好像也卡住，开。我来烧石头，偷看你在生什么？哦，你在生这稿。五、啊，有了，再来，我都副手啊，再来，啊，要成为传说啦，啊，没有神装啦、啊，那个是神包、喔，我重开，他的后来不是有那个吗？他哭了，跑了，他跑到操场哭了，神装吗？我觉得蛮像的、啊。下次还是跟我一样去买防爆卷吧，买贵一点的啦，买贵一点的。对啊，开始有人要红台了。有在卖一把剑，你可以去看一下。可是没有啊，是副手剑，不是主手。哦，好吧。主手的我也还在弄。苦的。完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们的校长要来执行我们今天的休息仪式。校长要哭了。校长已经哭了，你哭了，你哭了，谁的点丢了是在这边呐、啊？哭啊！是影院吗？不是啊，我坐在这很久了，不要推给我。我没有过去，我的钻石箱没回去啊！哦，你没有拿，哦哦，我
哦，我的跑速变好慢哦。那是徒手剑吗？还是副手剑？徒手跑速剑。哦，谢谢啊。哇哦。你又丢了！你走下来这么快啊！我没有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。刚刚好几十多，没有，装备要垃圾，然后装备爆掉哎、欸，跑速键吗？你这手机很慢的，你那跑速多少？哎呀，大概四五十五六十趴吧。哇、wow、哦，四条了！哎哎哎哎，我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啥情况？砸飞四呀！呀、欸，后面也是城市的，砸飞四呀！我要去玩游乐设，我都没有谁来。我战友都会冒绿烟呐、啊，很奇怪啊，每集都有啊。对啊，啊，战友是跑去哪？去游乐设。我身上突然增加很多垃圾，我先不要坐着好了，磊哥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笑惨，太难过了。谢谢了。再见，谢谢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多拿吗？我多拿到是不是？所以我要还泱泱三十颗吗？没有啦，我不小心的哦、喔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啊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是吗？我多拿了哈，还了三十个，又拿，所以我总共拿几个？我拿六十个，还了三十个，又拿了六十四个啊，三十个哦。刚好一组哎，白痴哦、喔！央，好啊！我等下去生母家许愿了，快压制完了，压制快一个月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不哭了，阿纪，不要哭，不要伤心，不要难过。拜拜拜。啊，一直没播广告。